鸦会，熊猫祖先是从西班牙来的。科学家最近发现大熊猫的祖先呢，是从西班牙来的。这项发现啊，掀起轩然大波。现在啊，中国再也不能说熊猫是咱们的。那现在要保育这些濒临绝种的动物计划，是要安哪做嘞？还有那些用熊猫来做广告的商家要怎么办嘞？最重要的是啊，熊猫要怎么面对这个晴天霹雳的转变呢？他们能拥抱内心深处的西班牙魂吗？来，跟我们一起，赶快到脸书